水是生命之源，是我们人类赖以存活的重要条件。在我们人体里面有超过70%的都是水分，而水对我们细胞来说也是存活的必需品。水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有以下8点：第一，促进血液循环；第二，帮助消化系统；第三，滋润关节及肌肉；第四，它有助于我们呼吸系统；第五，克制食欲；第六，避免及疏解我们精神疲劳；第七，平衡体温；第八，帮助排泄。我们的肾每天过滤我们的血液400遍，如果我们喝不够水的话，我们的血液就会不洁，因为水和纤维是我们人体的清洁工。而水对我们生命的重要，就好像汽油对汽车的重要性一样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会在大便、小便、皮肤、呼吸及眼睛上消耗一些的水分。每一个人在每一天至少要摄取8杯的水，而每杯相等于250毫升。特别是在气温升高时、发烧时、腹泻、流汗时及肥胖的人，更该多喝水。每一天早晨起床，2杯的温水，它能够使我们身体的机能提高效率。而我们也应该养成吃饭时不喝水的习惯，饭前15分钟至饭后2小时不要喝水，同时也不要喝冰水，因为冰水会降低我们胃膜的温度，而妨碍消化工作。如果我们的胃部要恢复正常的温度，那必须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，才能够恢复正常的消化工作。如果长期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胃部功能必定受到损伤。如果你要减肥的话，在饥饿的时候不要进食，改以饮水，那能够使我们有饱足的感觉。饮水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：白开水是最能解渴的，汽水、可乐、果汁类饮品、冰冷的茶水及酒类，这些饮品啊，只不过是把糖和化学刺激物混合入水中，而一瓶的汽水里面就含了8茶匙的糖，所以纯净的白开水是最适合我们的。我们也要注意饮用水的温度，避免过冷或过热，因为过热的茶水呢会烫伤我们口腔的组织，而过冷的水呢会使到我们的消化作用停滞。我们也应该留意饮用水是否符合卫生的标准。用餐时不应喝水和汤，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。而大多数的动物在它们身体缺水时，它们喝水过后便能够补足身体所需的水分，但是我们人类喝水却只能补回身体所需的1/3水分，所以我们要喝多1/3水分，才能够足以达到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。多喝水可减少肾结石及尿路感染的风险，水也可稀释矿物质在我们利尿系统的含量。吸烟者若多喝水的话，可降低患上膀胱癌的几率，因为吸烟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，而其中一部分会储存在我们的膀胱，而多喝水的话也可以减少毒素储存在我们的体内。其实啊，喝水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，如果老年人在每一天喝足够的水，那可省下超过10亿美金及避免住院10000天。而圣经中告诉我们，如果人若喝了上帝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愿我们不只在身体上得到那足够的水，也能够在心灵上得到上帝所赐的那活水。所以朋友们，愿我们一起学习一天喝至少8杯水的习惯，让我们一起拿起一杯水喝吧。